迎收看国光帮忙赏妹占卜术，他的穿着决定你的运势。今天要给各位介绍一个最新的看自己运势的方法。缺点是你也会受到限制，你会觉得心理上束缚很多。是，可是这一套束缚在这里就解开了，就解掉了。有时候干柴烈火一下来，水火不容，碰撞下去连三发，连三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信。装是只代表整体，就这有这种原因，这有原因的。那选择四号，那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专心。可是他穿那样，我们怎么专心？欢迎收看《胡萝卜说》，这里我说，喂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各位观众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开眼界了啊！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搞得你是，我跟你讲，不要不要的。从这些美女身上就可以看出哥的流年运势。今天要给各位介绍一个最新的看自己运势的方法。是是是，请到两位大师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好，那不要当啊，不，就是我 ，just me OK， don't forget me OK。当然，您先报出来您的。专门，我精通风水面相以及紫微斗数，但是对于开运服饰堪称两岸三地第一名。重点是古今中外，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。是。日本人的和服有流袖不流袖，是是。有腰带环腰或是没有腰带，是。或是龙虎图腾或凤的图腾，都代表他的身份。今天我直接断这四个美女，带他们破除吉凶。哎呦，不准！打断安格斯左腿。好，那安格斯给各位介绍，您专门没有对应东方老师嘛，堪称那个西方第一把交椅。哎呦，研究的是星座、塔罗、颜色、图腾，还有穿着。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哲学家叫亚里士多德啊，他有研究人体，把它分成100多种看法。哎呦，所以人体呢，身上包括他穿着的内衣、外衣啦，还有他上面长的痣在哪里啊，肚脐长什么位置，齿毛什么样子啦。他都有一种人格分类，齿毛，是，他还有一大专长，齿毛啊，怕老婆，厉害，这是必须的。几位，哎呦，凯凯今天带的是团员的，对，要不要介绍一下 ？Hello， 我们是胡闹一番，我是 Raymond， 我是凯凯，我是悠悠，我们是新的一个团体，三个都是主唱，对，我晋升为主唱了，所以三主唱就对了，对，三主唱，哎，那很好哎，请问你们所有人啊。鲶鱼哥，嗨，你兴奋什么？你见过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算命的方法？哦，前阵子好像新闻有一个在报，我有去那边算过。算什么？就是在用手在那边挖嘴巴，催吐啊！对，一直在挖的是驱邪还是算命的？不是，等下是这样子哦。他帮你挖还是你自己挖？他帮我挖，他讲，然后看你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一定他说一定要吐出来。一定要吐出来，然后他整只手就是口水，有没有？挖的，然后抱后面的，然后坐到地板，然后还拼命挖，新闻有报啊，新闻有报，最近有报。我曾经在那边这边算过，我说你就去挖挖挖，对，就给他挖挖挖。他是比如说算上一个，挖挖挖，啊，该你就直接，知道？上抖抖抖抖，上抖在那边整啊，他最怕鬼的，最怕鬼啊嘞，神经病。对啊，我知道那个被挖的就倒在马路边嘛。对，倒马路边。那个是驱邪啦，不是算命啦。他们有一个我也可以算的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？因为那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好像是昨天看新闻都不舒服，然后看新闻才发现说，哎，我曾经我在那边给他挖过，他竟然就是超可怕，就是动不动那边问卦，要问他们一两百，然后就把人家弄受伤。一两百块？对啊，弄受伤喉咙。可是他们怎么会在路边这样弄呢？因为他是在外面。他在外面，满地都口水，吐得太臭了，就为了好清洗，就对。对啊，其实这个很简单嘛，你挖一挖，吐出来，就像我粪便吉凶判断法的是一样的。你吐出来什么东西，代表你吃什么进去。我跟你讲，张维忠最厉害。我爸挖他吐出来以后，他还自己钻进去。哎，群峰看过什么怪？我之前去台中。
看人家用过鸟卦。鸟卦，对。但是那个鸟真的很厉害，它不管你用什么东西，它都会咬到你跟你很相似的东西出来。所以我一直觉得那里面是不是有放饲料？就是那个鸟主是不是有放饲料？不然因为鸟主应该大概都知道你发生什么事，但是那只鸟就那只鸟特别厉害啊。可是他有算出一个有没有让你觉得哎、欸、好像有，就是那个人就说哇好准好准，因为我是在后面看的，那个人说哇好准。前面那个，对对，他什么事情呢？后面那个，对，前面那个，就是好像问家庭还是什么事情这样。是哦，对。那你怎么没有下去？那时候我不太相信算命。但那种家庭砍发出来的事情太多了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发现那个鸟一直啄嘛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是跟我前妻去的嘛，好不能去，跟女生最好是不要去算命，对，哎，真的，戏歹几多者。威猛，你算过命吗？我有算过那种，就是它叫色彩香氛咨询师，就菲律宾的，不是不是，你那个有点像台湾，你那个有点像按摩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纯的吗？纯的，很纯吗？很纯。浴缸有没有放那个玫瑰花的花瓣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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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是很多卡片，然后要你去选择，然后跟精油，然后让你去闻味道，让你知道，然后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个性。你喜欢什么？跟他讲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就说你是什么样个性？对对对，准不准？还蛮准的。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会有一个肌肉，就例如这样，然后他会身体就心里会反映身体，所以假如你说你是 Raymond， 我是 Raymond， 就是他一定会压得下去。然后要是你说你是凯凯的话，还是凯凯，一定是坚固的，不是真假的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来来，过来试验一下。来，你先说一个，我看压不压下去。我是森达，森达。我也不。那你再说另外一个名字。我是大头周刚。谁叫你要讲大头周刚？好不好？哎，后面那位是凯凯，凯凯，你算过什么？我比较特别的树叶啊，对，就是树叶有酸金，不是那个树叶，是真的那个树叶。去之前他就是说你路边摘一个树叶，然后去那边聊，什么叶子都可以，什么叶子，但要本人自己摘，不能别人。那你摘一个那个椰子树都怎么算？山峰的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叫你摘一片路边，你走去当天的路上。嗯，对，然后要摘一片树叶，反正就是缘分嘛。对，一个缘分。然后我就给他看，然后他，我觉得他蛮准的。他第一句话会说：“你是不是有事要问我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超准的，哇，真的。而且，你是不是有事要问我？没有，我那个龟飞的，我来走走。OK， 蛮特别的经验啊，对啊。他那个很准很准。如果说你很信命理的话，就会相信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摘到那片叶子，冥冥之中就有安排。对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后来算准不准？我觉得蛮准的，就是问一些，确实有讲到一些感情啊，然后接下来会幸运，看能不能幸运，看能不能幸运一些，顺遂一点，运气嘛好一点呢。对啊，因为运气不好才想去算命嘛。嗯，是是是，但算完以后有改善吗？好像也没有，就幸运有好一点。悠悠。你算过什么怪的？我比较少在算命，但我比较会，比如说网络上会有一些心理测验，什么都会去好奇看他一下。你算过命吗？我算过一个，蛮特别的。为什么要浪费钱？不会的，我都浪费钱，因为你运势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？也是跟着三位大哥鸿运当头，真的没有。就是我算的那是米卦，米卦，对，他说米卦，就是他前面有一宗他一直在烧一直香的一个。小瓮，然后你就里面抓一把，然后撒在前面他那个布上面，是，然后他突然一撒完之后，他就讲，哎，哦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？然后我说，哎呦，对哦，他说你们感情很好，他就是突然冒出一个这个，我瞬间我鸡皮疙瘩，我想说一把米你能够讲出什么屁？结果。真的有一个哥哥，感情很好。傻子，每个人大部分都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啊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感情很好吗？比如你傻子，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？你是不是有两个哥哥？没有一个。那就对。神棍。去算命不要附和，你要请老师，你继续说，你是不是有两个？你说一开始就肯定他，他就胡说八道了。可是感情好是他直接讲的，没有，你有时候感情不好，你也不会承认啊。对啊，
然后因为有问，其实有问题去算命的人都很急嘛，对，所以有时候你只要等他一下，他的问题自己会跑出来，哦，你就会陷入。也许那把米是个幌子而已，对，看你的眉清目秀的，眉浓细适宜，代表兄弟互相结合，感情好，嗯，其实是从脸看米，从米看脸。哎呦呦，那看你一脸憨相傻傻的，讲什么都对呀，啊。你就是为了骂他而已。好的，接下来要算命了。今天我们有四套衣服，这四套衣服呢，你选择到了，就有可能有这两位老师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命运，什么样的。嗯，第一套。脚在发抖。对呀，站步的位置太高，太高，太高。然后平底鞋啊，哎哎呦，这是第一套，好不好？第一套衣服，好，就它了，就它了。没有，对，还有第二套，还有第三、第四套。哎呦，第二套，哎呀，怂哦，哎，有水手服哦，清纯的水手，鞋子怪怪哦，对哦，吹粗腿哦。来，第三套。哦，哇，这也厨师哦，厨师，看这个腿，哎，厨师，第四套，哦，哦，哦，康哥再上面一点，再上面一点，这车头灯太厉害了，这车头灯哎，很亮哎，哦。车灵哦，以上四套，以你第一印象，太扯了。你会选择哪一套？来，杨森达，你选哪一套？一号，一号，我选一号。OK， 对，鹏哥，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被你选去了，你也可以同选啊。对，你可以选，可以啊。我也三号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就不能复选，那玩到后面没得玩。三号，来。鲶鱼一号，一号，你们都很假，对不对？我先选四号，先选，我选。你都属 gay 啊？不是，你为什么？你刚刚讲这句话，我觉得在包厢。哎，我先选四号，四号，我先选四号。对啊，他在包厢，他们还更复选啊。来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四号，四号，对，三号。先请问你一号是一号，选一号的人，他代表什么意思？上为白，下为黑，白为金，黑为水，金水相生。哎呀，所以上身有金，下身有水，水多。水多，真假的？水多为财啊！水多为财，而且水直流。你看他的裙，你看他裙子的水波有没有？水直流，水波，水波，水波，你不要乱想好不好？比较健康。涟漪，涟漪，对，代表选他的人在事业上多金。哎呦，哎呦。多金是有，那财多金多人和 OK 的，是。但我有个小缺点，就是上重下平，就是开低走高，刚开始比较波折一点，因为相宅如相人，我们说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看衣服就知道了。刚开始有波折，到了腰部以上平平顺顺，而且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。这个很对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在努力的时候，多多少少有点波折，而且在事业上面有纠葛啊，重叠，可能刚开始有双向事业投资，后来呢努力之后觉得单一比较好，慢慢就随波逐流上去。哎呦，以上是选一号的这个命运啊，这样，这个安格是二号，怎么回事？其实，在西方来说，如果你选择那个人身上穿着、穿戴的东西什么，它也代表你此刻的现状。所以这一题我们其实是看事业，所以选择第二个这个学生服啊，其实学生服在工作上呢，基本上比较有瓶颈。你看到这边有个结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个结，有个结嘛，它代表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，事业的瓶颈会在今年出现。学生也代表经验不足，发展有限。是，所以如果选择二号的朋友，在事业上，在今年就会遇到一个挫折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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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挫折。好，那个如果选到二号的观众朋友呢，你有瓶颈，好不好？来三号，那个三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三号空姐，空姐，空姐是基本上我就直话直说了哈，因为他本身我们说要加冠加冠嘛，如果戴帽子的哈，这种服饰有没有都代表会扬名立万，声名远播，得到好的名声，加冠加冠。第二个领子，
领子越大越宽的哈，代表黑领白领也好，代表中上社会。中上社会。其次呢，衣服穿 T 恤很轻松，对不对哈？有扣子的哈，代表财富可期。有扣子的，所以选这个的话哈，一定是上流社会，而且事业亨通，而且得到长辈的一个加持。是是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怎么好意思了？谢谢谢谢，非常好非常好。季亚你好，这个四号谁选的？四号是哎呦林群峰。四号是是是，四号怎么样呢？四号因为女警的穿着嘛，警察代表约束，对不对？代表循序渐进。我们知道警察都是从那种一线一星开始，二星三星升上去，所以这张牌，如果选择四号的朋友，是怎么样？要翻牌哦。对，如果选择四号的朋友，他也代表呢，接下来的工作呢，其实到年底会越来越好，因为他代表循序渐进、步步高升的意思。可缺点是你也会受到限制，因为警察我们会想到什么？就是被抓嘛，被铐嘛，警棒，所以你会觉得。心理上束缚很多，是，但是会循序渐进，渐渐的往上爬，不要急。可是这一套束缚在这里就解开了，就解掉了。如果你从暴雨这一点来看，就代表发展的散财的危机啊，散财危机倒不会了，因为我们讲胸藏大志，通常胸部的露出的状况也代表你的爆发点够不够大。哇塞，你大，你保开，就有爆发的可能。那最重要，他的眼罩比胸罩还要小，代表他有人罩的意思。重点是他带枪有没有？我补充一下好不好？脾气不能太大，会影响事业。哦，对，选四号的脾气不能太大。对对对，先擦枪走火，要不然他唱歌给你听。啊，这一位是谁呢？有子昀，你喜欢用什么方式来算命啊？我之前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很流行那个筷子占卜。筷子占卜？对，就是一个从日本来的占卜，就是他以前我们就是学生时代嘛，穷就常常吃便利商店，然后我们就会在便利商店玩那个筷子，然后我们就把它从下面这样掰开，然后看哪一边比较大，因为就先预设好一边是我，一边是喜欢的对象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我女朋友。掰开哪一边比较多，就代表谁比较爱谁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是是是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掰完的筷子还可以拿来吃泡面。对。接下来这一位。算过什么样的？我之前有算过塔罗牌，然后还有看面相跟手相。是为什么会被算出来有两次的婚姻呢？超衰的，我不知道他们都看着我脸说你会晚婚，然后晚婚就算了，还会结两次。你刚刚假如笑，你会晚婚就还好，你会往生。晚婚，我听吓一跳，晚婚。他说我晚婚就算了，晚婚还要结两次。又是有？对，两次就算，还说第一次特别短。然后第二次要有小孩以后才会过得好一点。OK， 对，有时候结两次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对啊。可是晚婚还要结两次，过得很顺，是不是？你相信吗？他说你这样子两次婚姻。本来没有很相信，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现在有点就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就是第一次都还没来。对，都那么老了。会不会两次都没了？对啊。不会了，你现在多老？25。不会了，还年轻哈。好。好的，来。请进啊，自己想办法。二号，吹出腿。黑袜子，干嘛出来啊？什么？请问一下啊，你算过什么样的命？哦，最近很热衷于摸骨。摸骨？对，摸骨。摸哪里的骨？很厉害哎。你觉得摸骨准吗？很准，他一摸到我的手就说：“哎呦，完了！你这个人看似乐观，其实你心里很悲观。”他悲观。没有，他就是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开心，可是其实我内心是个。悲观，然后很容易有负面情绪的女孩子，你是这样吗？你是这样吗？不会啊，你脸看起来很开心啊。你是摸哪里的骨？耻骨吗？不是，就是这边的骨头。手。对，手的骨头。而且他还说我的骨头啊是很离奇的骨头。是什么呢？离奇啊！在古代是验骨头。验骨头，他说就是越老越漂亮啊，然后就是他说你逆生长，对，他说你啊，对，骗子们啊。
好。逆生长。对啊，他说我这骨头真的是很硬，很难多得的。那你现在应该已经高潮了。没，为什么？高潮。哪有？那你觉得蛮准的。蛮准的。嗯，验骨头蛮准。他还说我最近很多猪哥啊，我最近因为搬家，我超多内衣莫名其妙不见，你知道吗？真正要看骨头，不用去摸，看牙齿就知道了。哎呦，因为牙齿就是你骨相的反射。是 是, 是。像你唇红齿白、粒粒分明、无缝无沟，势必是不可多得的好女人，是不是？还不赶快珍惜我？可惜那个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就是，可惜他的脸里面塞了很多假的骨头，稍微说，这电梯是要下来的，我就会判断错误了，他担心，我没说你有哦，我担心而已。塑胶骨，对。没事没事，其实我没有讲你有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其实后来，其实现在社会可以接受，就是整形的改运，一定要整形，对不对？才能开运。像我自己都做两个假牙齿，植眉毛，这个自己这就是身先什么士卒，身先士卒。而且面相看的是你改之后的样子，所以你整形变好看，那就是看你现在面相，很重要。大师的助理，好是好，没被选上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大家都喜欢制服癖吗？还好还好，还是因为我穿鞋子错了，真的没有，因为鞋子错了，对，你这一套，人家叫你们看衣服，你们看鞋子，不是你这个衣服，可是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性感点啊，啊就是我们都是有人性的，你穿这样我们会这样才有遐想啊，才会想要就是，来下一位进去，嗨。我清淡的。哎，那我请教你一下，你有算过什么命吗？算命，我比较喜欢看星座运势。哦，星座运势，好，来，安格斯，安格斯。其实星座运势，你看子鱼，哎，是哪一个子鱼？有两个子鱼对。啊，对。你是处女座，他是李子鱼。狮子。狮子座，狮子座今年其实下半年呢、啊、不太适合进入恋爱，因为狮子座会有很多事情让狮子座分心。嗯、那如果你只要一进入恋爱，工作运就会因此而变不好，就变成分了多少的运气给你的恋爱，而所以狮子座的朋友，其实今年年中开始就不应该进入感情。那田鱼哥，嗨，有没有什么事情哦，就是你做了以后会让自己时运比较好？我通常都是去庙里问事，然后就是挖喉咙，每不没有都固定每个月就捐香油钱，做善事，做善事就是每个月好像缴几万块，缴不是缴啊，就是对对对，奉献奉献缴，你这个奉献，奉献对奉献给他，对好像是缴费一样，来看我罚单啊，是不是？缴费可以找钱的，奉献因为做那些搞不好人家会去做善事，对啊，间接帮你，就所以你是做善事，嗯嗯，林君峰你说你不能吃牛啊，我不吃牛啊，到十年没吃牛。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？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姨，她会比较会看那个，她会算，嗯，很久了，她有在打牌，她说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再碰到牛，哇，你碰到牛，你的事业或是什么都会就不好了，对，全部不好，因为有一次吃到牛，完了，没有前一天吃到牛，是，我隔天去花博上班的时候，我手机没电，我要拿去充，爆炸，不是爆炸，都不没办法过线，没有办法过电，后来我就跟那沿路的商家一直。界限，我想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想说啊，是不是我手机坏了？嗯，对，我刚好一个朋友，他说，嗯，你昨天不是有吃到牛吗？我说对，哦，心里又咔一下，他说，那你先去旁边的土地公拜拜，跟土地公说，对不起，哦，对，我不是愿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我就去那边讲一下之后，我就跑到电信行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哎，你帮我赶快换一只手机，我说我手机不能过电，他说我试看看，要冲，哎，手机好了，哎，那会不会不是牛的问题，是你卡到音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是真的吃到牛。但是你没有用原厂的线。没有，我借，没有，我借二十几条哎，二十几条线来冲哎。哦，不同的线来冲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会以为你借二十条一起冲。所以我就还蛮相信。我来讲一些专业的好了，不是每个都不适合吃牛，因为大家跟牛很辛苦，有几种生肖不能吃牛，你属羊，羊跟牛是对冲。OK， 如果你是生肖属这个马的话，叫做相破。嗯，如果你生肖是属这个龙的话，也叫相破，所以简论狗、龙、羊、马都不适合吃牛肉啊。我吃着的，那其他的能吃素更好。羊啊，羊相破不好，所以要少吃，冲动，开车注意，运动跌倒伤害。哎呦，对，
要小心，好准哦！怎么突然间冷下来了？对，准不准？大家都要放枪吗？不是，因为准，大家才会停下。对，心里发寒，自己吓一跳。我自己吓一跳，如果不准就被干掉了。而且大家现在在记住。OK，我们讲一次。凯凯呢？你说穿红内裤，你疯了？你有在赌钱的？没有啦，因为之前有参加颁奖典礼，就是在团里面的时候，然后就想说全团穿红内裤。结果呢？因为我找不到红内裤，然后之前尾牙表演有那种三角的，很紧的，很紧绷，我就穿了，然后就也没有上。就刚。但那天就很不舒服啊。你去参加典礼这样去的。像怎么会？这样对，另外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款式。款式，好，来，现在马上进行第二套。哇塞，他们刚刚在后面是换衣服啊，好有，怎么不打个灯好？哇，睡衣了，哎呦，直接拉第三个好了吧？有哦，不想睡。哎，哈喽，金童玉女哦，好像纸人哦。对啊，因为他们以为我只要拉这个。吓到！是假的，真的。坐好，这个慢慢看。哇塞！哦。来，以上四套睡衣，请选择，一起举牌好了，一二三，有厉害，测爱情，二号再度没人选，你们干嘛要针对我？不是，你的衣服颜色太怪了，太不搭了，对，很怪。这一套我跟你讲，完全那两条线把你们搞死。真的，对不对哈？来，一号选择一号代表什么呢？这应该是讲测爱情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爱情，爱情。所以一号这个哈，带一个藕断丝连的纠葛，哎呦，而且代表蜘蛛丝的意思，哎呦，代表这个女孩子的那个苦景，人景情深呐，她这种期待爱情的心是很欲望很强的，男生也是一样。那这套衣服有没有很重要喽？哎，注意了哈，是表里不一的。嘴巴说不爱，但心里爱的爱不释手，因为他顾前没顾后，顾左没有顾右，他转过来一下，麻烦一下，有没有？那就是这种，就是你男生选这个的哈，是嘴巴说不爱，心里爱的要死。那是你自己想看吧。对，表里不一的爱情。对啊，不是，因为今天是我们录节目，如果说在家里，他应该是没有穿那个内衣的。对，但是那就把这当家嘛。就。那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你刚才讲的是爱情，那我们结了婚的怎么办？结了婚也是一样，它代表说夫妻的互动关系嘛，男生有没有哈？哎，看起来好像不要，代表他内在还是很爱这个女孩子的。但这套衣服是属于短的哦，短的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瞬间的爆炸，那代表一种火花的一种延续的意思。干柴烈火，干柴烈火。重点是它是还是属于黑色的，黑属水，柔情似水，有时候干柴烈火一下来，水火不容，碰撞下去，连三发，连三发，我告诉你，不得了。连三发，连三发很累的，我不信。直接进去，第二个窗帘直接拉起来没关系。第二套什么意思？这样，其实大家看到白色，什么时候你会最常看到白色穿着？医院，我们在医院为什么会看到白色？是因为白色代表平静。是，他穿着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代表爱情也是一片空白。哦，所以说选择的时候，代表他爱情中不容易起火花嘛。白色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有爱情的一个。真的吗？可是内裤是彩色的。对。你有透视啊？对，他这个错的嘛。对，那是短裤。但是它下面有那个小花瓣，有没有？小花瓣其实还代表偶有波澜，但是都发展不了，发展不了。所以其实白色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降低欲火的颜色，是不容易有爱情的发生，降低欲火，好不好？太难懂了你们，什么？你们根本只看得懂。哎，
这一套男生，这一套很好啊，这套还不错。其实，会选这套的男生，他追求女孩子的爱情，他喜欢光鲜亮丽，是一种炫耀的爱情。哦，所以四套里面他最亮，他带这女孩出去，不见得是爱她，但希望她能够照耀她的门面。有人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没有选，讲那么多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塞啊！哇，这你看，其实四个人的衣服只有他是开一线到上面的，是他那个由景观天。我选四号的女生啊，她的穿着其实是从一开始，你可能在年终时候有点卡关，但是后面的结局会突然有爆发，会有爱情的发生。所以我们就说从下往上看嘛，就是游戏往前看，越走越亮，是一片光。他会有这样的感情运势。我们就要他走秀来 music 来。哇塞，会不会走？不要跌倒了，我有点夸张。你们宿醉了？对，乱走一走。哎，你们爱怎么走怎么走。哎，逛花园那里。他是不是在里面偷喝酒？他没问，他有没有后悔？哎，好的，这个时候他们在换衣服，这个空档，来，开放各位。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两位大师？我还可以再婚吗？啊，不行！哎，谢谢。开玩笑，他会再婚吗？其实因为群峰的生命灵数是八，那生命灵数跟其实跟星座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，它代表一个人永世投胎，每一辈子都有一个属于他的幸运数字，你是八，所以呢，只要进入八月的时分，或是任何跟八相关的数字的时候，都会是你可以找的对象。那生命灵数八呢？比如说八婆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举例啊。三八嘞，只要八出现的任何场合，它跟你都有莫名的缘分。那如果搭配你今年的五月四号的金牛座嘛，算是中间那个十天第二周的金牛，在今年下半年，照理来讲，一定会有桃花的发生嘛。公关交际场合一定会有不小心发生的桃花。对啊，交际，公关交际，对，它会有不小心发生的桃花而演变成爱情的。酒店也可以吧？酒店可以，公关交际场合吗？对，所以职业不分贵贱，对，但是我们知道金牛通常脑筋是很清楚的，但是下半年会有糊涂桃花而变成爱情。糊涂就可能是你喝醉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理智不清的时候，跟人发生了关系之后变成爱情，一夜情之后变成爱情，对，其实这也蛮好的，可以的。有就好了，条件就是他要去公关交际应酬场合多跑，要常去，就是领台也不要放过了。我都没有再放过啊，而且最近领台更漂亮。大概有没有爱情上是要问？我觉得没有爱情，我觉得想问一下事业。事业？对啊，因为本身是第三次组团，是，对，我们团组不到三个月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这个团事业没有那么好，要不干脆就解散，上网解散。别再浪费彼此时间了。他们的事业运。他72年是癸年生的，基本上他有冲劲，敢冒险，勇于尝试，爱交朋友，父母妈妈疼爱，将来买房子没有问题。他最大的问题是，凯凯就是容易被掀门票。哎呦！而且有时候容易，不要看他这样很讲义气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容易重色轻友，团友跑光光，知道吧？那凯凯是不是现在已经被跳过了？所以你觉得很准的？我觉得前面讲的蛮准的，仙人跳。好像还好，或者说不是他们两个会不会？你上次仙人跳付多少钱？OK， 有冲劲就好。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爱情有没有？但是会比较好奇，如果未来会适合什么时候成家立业？他的爱情最大的阻碍是学历的高低不一。哦，还有可能有假结婚的危机，可能为了拿美国身份、外国身份或下去的不一定，伪造文书之类的问题。OK， 这个问题如果能够逃掉就 OK 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你想要拿美国身份证？我有几个黑人朋友，介绍我们团也有一个。接下来不得了，这一套精彩之外，而且是整体运势。整体，你刚刚是针对事业与爱情，现在是整体运势。来，三件，来。不要，哎，怎么有个奇怪的声音啊？这个声音为什么有声音？怎么调情啊？预备，好，还好对？还好。还好对不对？哎呦，怎么一根？哇！哎呦，哎呦，不要这样子，有为，有为，泳装，
是代表是整体运势。我管他，这是谁？选自己喜欢的。哎呦，这小子在这一套可能反败为胜。有喝。啊！哎，流苏的勇气。哎呦！不错不错，有哦，对，有什么？这一套厉害了，这一套浪打来的精彩。嚯！哇塞！哎呀，美人鱼啊，贝壳公主啊！哇塞！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，这只适合我看就可以了。别换了。阿鸟喂，哎呦哎呦，彩虹彩虹，当当，以上四套，请选择。这个，哎，是谁说穿泳装是代表整体运势？我们这是最新，这是什么算的？这有原因，这有原因的，有点故事。这个算命，这个你们这个，哎，算命多么神秘的事情，怎么会让你们了解？那是的，不然这两个缺什么？还好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请选择，来一二三四套，你们选择哪一套？哎呦，二号，看二号果然有人选了吧？一号，赢一次的。好，一四二二三一四三，二号果然第一次超过两人以上的选择，所以反败为胜，对不对？来，选择一号泳装代表什么呢？简单说，一则整体运势，一则喜，一则忧。哎，先报喜再报忧，好不好？从他的泳装看到三个 V，V，V，V 代表胜利，胜利，胜利。所以整体运势整个年度来看的话，是稳操胜算。是。那一则忧就是上大下小，在工作职场上容易大头症。顾小不顾上，顾上顾下，你旁边那个就大头症。对，我没有大头症。你选一号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大头症。对，你刚才后来讲说康哥也不怎么样啊。那还有嘞？重点是在于他本身这个颜色出了大问题。哎，内有水，外有火，水火不容。嗯，口舌是非稍微多了一点。哦，所以稍微要谨慎，三千起口。好，以上是一号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是好色？翻榜的时候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套衣服吗？对，来搬椅子，请他们坐一下，大家参与一下。二号赏心悦目，二号这一套代表什么？对不对？其实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身上布料太少的时候，你真的很难从穿着上去判断。是是。但这是恩琪穿的今天最好的一套。如果是看整体运的时候，他身上的流苏，它代表长袖善舞的交际，然后而且粉红色代表桃花财，选择这个。穿着的话，它其实代表说你要吃很多桃花带来的收获，是，然后利用你的交际与手腕，就骗色就对了啦，就可以有很好的整体运，是掉好哟。所以其实它反而是好，所以屈哥桃花财啊，桃花财啊，哇塞，是不是？靠桃花财。所以你今年决定演那个 AV。一定要有对对是这个意思，或者是老婆的姐妹淘也可能是你的贵人哦，这有可能。你老婆的姐妹淘，你老婆的姐妹淘，哦，那也要恭喜你，是不是小珍？不一定啊，他你也选二号，我选二号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你吃桃花 OK 了 ，OK， 对对对，很好，合理合理，要不要过来抱一下啊？可以。第三套。很简单哦，它跟第一套有很大的差别。嗯，它的那个肩带跟个裤带有没有？这两条而已，有没有看到？是。而且它这个整个的胸部那个罩着有没有？像翅膀一样，叫如虎添翼，左右逢源的衣服。哎呦，选三号的，选三号的。所以在事业方面有没有？我觉得是靠人脉、靠朋友顶这个天一片天。重点是它中间，我们看到中间，注意看中间，不灵不灵不灵的不灵不灵，没有代表多金的一个运势。在这一年当中，声名大噪，赚钱大有机会。哎呦，那整个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干净利落，而且有没有看到那个照有没有？
像什么？像那个聚宝盆一样的，也代表新的一年有没有哈？聚宝能够聚宝。哎呦，群峰下半年靠你养就好了。没问题啊，都来啊，他们四个要来，都来，他们四个要来。来，最后这一套，选择四号，下面彩色，它应代表接下来的时间多才多姿，整体育。但是上面呢，它是一个天空或是一个海的单调的一个色，它代表什么？天马行空。嗯，它有个问题，多才多姿。但犹豫不决，决定不了究竟哪一条路是我该走的。是，所以选择四号，它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专心。因为你接下来的选择很多元、很多彩多姿，唯独你天马行空、飞来飞去，做不了决定。不专心，专心就可以有成。如果四号，专心，好好想清楚。可是啊，他穿那样，我们怎么专心？对，而且你看，我们老师这个角度简直就是超级。极位，对对，你看詹老师今天都不专心，角度这个角度太好，很立体，很棒哦，好，很立体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其中另外一种方法来告诉你的运势，其实哦是这样子的，运势再好，不努力都是零，运势差，当你努力的时候，搞不好会扭转乾坤，是不是？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算算命，有的时候会得到一些另类的一些鼓励，但是绝对不要把它当成唯一。对，也不能说哦啊，我现在我去算命，他说我今年时运不好，我就暴挪也不行。对，好的是鼓励啦，不好的是自己要警惕。简单说就是面向风水、穿着风水、姓名风水、居家风水，把弄脸上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就是好风水。哦，像你一样。而且重点是怎么样的？还有电视风水，看喜欢的节目，国光帮帮忙就带来好。这句狗腿，这句狗腿。就做了。而且其实东西方啊，真的没有哪一门特别准或不准，关键只有在你接触的那个算命师或命理师，他懂与不懂。所以其实每一门都有他准的地方。对，是 OK。所以说你看那个算命师或是接触的人，他的自己活得怎么样，是你就可以决定他讲论命如何。你有站起来吗？我站起来。他自取其辱啊！我就是，我以为你把椅子弄高了。没有。OK， 好，那个今天谢谢四位女生啊，配我们，然后每一个都非常的漂亮啊。那走，我们就吃麻辣锅吧，走吧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牵你的手，已不是我。Yeah.